世界上最意想不到的反转。出海捕鱼的男人发现自己彩票中了大奖，他激动地抱起了一边的狗子，但他们却遭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，狂风卷起了彩票飞进大海，狗子毅然决然地跳下船追回了彩票，但他却被海浪飘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。就这样，狗子带着彩票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他穿过大街小巷，经过许多城市，遭到孩子的戏弄，遇到野狗的追逐，但这些都不会让他停下脚步，他要保护好这张彩票回到自己主人的身边。经历了无数个日夜兼程，狗子终于坐上了回家的货轮，饥饿的狗子快要走不动路了，他遇到了好心的流浪汉，给了他一口食物，他带着彩票继续前行。经历千辛万苦的狗子终于回到了家，他隔着门窗看向屋内的主人，眼中泛出了泪花。